大家好，今天收到一台雅西卡的老旁轴相机，型号是 Minimetic S，搭载的镜头是4.5厘米 f/1.8 的镜头。这台相机呢，生产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。当然了，这台相机是有问题的，光盘扳手呢是卡住的，快门呢也不能释放，镜头里面呢还有一些霉，黄斑也不是很清晰，里边还有一些灰尘。看看我们能不能把它修理好。这是相机的上面板，这里是调节感光度的旋钮，设计得非常漂亮。如果你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呢，我的频道会不定期发布一些老相机镜头的清理和维修视频，也会发布一些我的个人 vlog，希望能给您带去一点有用的信息，从中得到快乐。欢迎点击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发布的视频了。谢谢。